Hello， 大家好。今天呢，在仓库呢打包若干啊。这个呢都是今天早上呢去刚刚拉回来的水果，现在呢就准备打包发货。我们呢都是用一个胶套呢套起来。看朋友呢，像这种呢，它呢就是在树上面呢给那些树杈戳到的，它呢就会形成一个小口。像这种呢，我们看到呢一般呢都是不给朋友们发货的啊。朋友们，我们称的时候呢都是十多不少的，但是呢在运输的过程当中呢，它可能呢会蒸发水分，所以呢可能呢会有一二两的相差。这个呢朋友们呢请理解好吧。朋友们看，像这种呢，它是在这个水果生长之中呢，它是自然形成的。像这种呢水果呢，我们呢不抛光不打蜡，都是直接从果树上摘下来，马上包装发货。是这样子的，朋友们，我们呢，比如说你是今天下订单，我们呢就明天呢一大早呢就去摘果，去果园里头去摘果呢，一般呢都要摘到下午的两三点钟，然后呢再一个多小时呢拉回来仓库，拉回到仓库之后呢再打包，可能呢要到晚上的11点、12点，甚至到半夜的1、2点钟。到时候呢才可以装车给大家发货，可能那个物流信息呢它可能呢就更新的有点慢，朋友们呢就耐心的等候一下好吧。现在呢贴好面单呢就可以装车给大家发货了啊。它这个呢是这样子的，我们呢要先全部呢拉到那个转运中心那里，然后呢再从那里呢分发到全国各地，所以呢这个时间上面呢它可能会有一点延迟，这呢也请大家理解好吧。